开新章，重现江湖，武林至尊，挖看今朝。又会出飞镖，飞箭新兴，如烟若仙，将故事串联，观点更新鲜，练功有九成，你增添气焰，明利幸福会自然兑现。有经世，有多体验，学几招，必可处世头头掂掂，旧的桥。常发现你活在前人后面，点解自己瞓醒擘大眼仲未发达嘅？咩？即系一仆街仔嚟。是要等我走不甩嗰阵，你先入嚟屙嘅。今天是不是礼拜日啊？唔系啊，早日日都礼拜日。喂，叫咗你唔好买架前七噶啦，而家搞到逼巴士啊！唔买。因为他被人偷八次 HiFi， 偷七次六零，日日放工兜三个钟头找位，仲要入标入到十二点，公司楼下停车场收30蚊个钟，你养得起啊？哎，我养不起，我成身湿晒啊！我湿晒。喂，喂，喂。喂，司机啊，有人未上车啊？喂，喂，司机啊，你老司机，哎，哇，我拍亲我份中，高潭嘅中都正，你死嘅肥佬，咁我冇得针。早晨，喂，早晨，早晨。对不住，多谢晒你喎。哦，多谢，哦，多谢，多谢，真系伟大啦。恭喜你，多谢，多谢你啦。多谢晒你啊。我哋啱啱开会嗰阵，一致都同意通过，你系最适宜翻大陆同我哋接洽嗰个1881生发水嘅广告代理权嘅。嗰度系山卡拉嚟噶，其实嗰度唔算系好偏僻啫。嗱，你坐火车去西安，搭7个钟头巴士。再转驴仔行半日，然之后自己爬过山头已经到噶啦。我做英语粤剧嘅造型照啊，点啊？哇，成个状元咁啊，好有型啊！有型就捧场。下个礼拜我喺大会堂为母校筹款，预你10张500蚊飞。预你10张500蚊飞啊！即系5000蚊啦，点解今日唔客气？点啊，慈哥，九哥唔系嘛？追数追到呢度，喐佢，咪要守住啊！我最怕见到血噶，等我走咗先啦。我喂，九哥啊，九哥，哎呀！
开炮咋？走啦，秦先生，你别先走，我拼命掩护你们。那不好意思啊。那我先走，你们拼命掩护我。啊、哦！你们下去抓那两个有枪的。啊！加油！出嚟啦！你咁够嘢，唔似你平时嘅为人喎，唔该晒啊！喂，投桃报李啊！我都俾蛇咬到啊！你同我转翻一毒出嚟啊！投桃报李，你都俾蛇咬到啊？喂，边度啊？呢度咯。吓、啊！到咗今日田地，你不如壮烈死咗佢啦！吓、啊！你叫我死咗佢，你有冇搞错啊？冇搞错。我餐餐食饭，俾份大噶你，食火都三分钟啊，火都俾埋你，去厕所让你先。你俾蛇咬亲，我同你转毒。啊，而家你唔同我转，咁核突嘅嘢，你都叫我做啊？你算有义气咩？咁我而家点啊？吓、啊，你打死我啊？唔系，镇定。你有冇睇过史泰龙救自己啊？咁你趴低啊！会唔会死噶？我点知啊？趴低啊！哇！啊啊啊！呀！你话俾我知啊，叫史大龙啊！阿前唔好走啊！我唔识路噶。黐线噶佢！啊啊啊！阿前，喂喂，等埋我阿前，你就咁走啊？我怕噶阿前。哇！大佬啊，你跌落嚟都出对声啊！我跌落嚟成口水，点出声啊？快啲谂办法出翻去啊！诶，嗰边有啲嘢喎！小心啊，唔好乱咁行啊！金赠与有缘人，哇！真系发达啦，我系有缘人啦。睇下你人几贪心啊，喐动啲机关啊！你望下写住噶，贪心的人有祸了啊！而家连洞口都闩埋啦，快啲揾出口啦！出嚟咁大个金，客人都贪啦，就唔揾啦。喂，嗰边有光喎、啊！唯一生路涉水而过，第二石室。又要落翻呢堆水啊！行啊！哎呀！
点啊点啊！哎呀，你个啰柚都几旺噶，成日俾蛇咬嘅。黐线，我踩死佢添啊！喂喂喂，点啊？系咪出口嚟噶？唔多次出口噃，可以仲恐怖啲添啊！喂喂，等我少少，一入铜钱大放光明。喂喂，坚定留噶？坚定留唔关我哋事啦，我哋又冇铜钱。咁啊系。诶，唔系喎，呢个得唔得啊？唔得，唔试啊？试下。哇哇，咁靓嘅，咁靓嘅，咁靓都话靓，话靓啊！喂，你估我两米翻得出去啦？呢个要睇天啦。一代大侠龙剑飞葬身于此啊！名唔熟嘅，呢个就系啊。哦，你样唔似我老豆嘅，唔系啊嘛？咩嚟啊？喂，你发楼嗰阵时啊，块面系咪变色噶？唔会啊！哎，你老实就话俾我听啊，你系咪嬲得好紧要啊？唔好啊！你真系好唔妥噶噃！乜嘢黑皮啊？如果唔系啊，你做乜口黑面黑啫？黐线！哇，咁黑嘅？唔知对手啊？吓？边个嚟噶？边个嚟噶？系你嚟噶？吓？你知唔知你而家似个神啊？仲笑我似黑面神？唔系啊，系 Michael Jackson 啊！吓，原来呢个世界上有黑人，就系佢啲祖先中咗毒啊！梗系头先啲水蛇有毒啦、啊。咁点啊？啊系啊，古代啲大侠身边啊，多数都有卡杜灵丹噶。呢盒喺龙潭身边噶、啊。啊，大还丹啊！啊，可能系呢挺啊。攞嚟睇啊！得两本嘢，船斩系来神掌啊！哦，仲有咩嚟噶？唔知啊，可解百毒倍增功力啊！冇错系呢种啊，有救啦！你又就冇啦。做咩？见到啲解药好开心啊？呢嚿就仙丹，嚟啊！快啲食咗佢啊，能解百毒噶啊！系啊，食啦。系咪兄弟先？啊，梗系啦，你食咗先啦。系一人一半。如果唔系你话我食屎，俾你翻去笑一世。唔得，咁唔系兄弟。哇哇，你黐线，你做乜咬我啊？嗱，而家过咗毒俾你，你一定要食啊，一半。你中毒深啲啊，食够大噶啦。我一世人都冇乜做错。最初识错你个朋友啊！喂，真系得我，哦，真系，越嚟越爆啊！哇，好得好快喎！吓，啊，掂喎，真系得喎，发达咯！哇，喂喂喂，你个眼量眼到咁高喎！哇，唔通我哋有内功？或者系啦，咁咪攞本嘢学下啦。喂，哇，哇，啊，哇！条女仲靓过晒啲香港小姐喎，嘴嘴先。哎呦，喂喂喂，落翻去先。哦，嘿，你咁咁青噶，你唔怕佢块面有毒啊？喂，嗯，咩啊？见唔见到啊？咩啊？佢眨眼啊？唔系啊嘛？是啊，是啊。
昏迷了多久？公主啊，我想等一会儿了。是你们救了我吗？不是，是啊是啊，是我救你们的。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这么怪呀？有样有那么怪了。公子，你们讲的不是广东话吗？对呀，他们跟我一样都是拿蛮子，讲的是广东话。你记不记得广东话？哦，喂，去边啊？陈天才还没有醒，我们赶快走吧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吓、啊，嗰边嗰、那个一条藤咁，我哋两个砸出拆死佢啦！你别小看他呀，他是天下邪派第一高手，武功好厉害的。公主，你带着他们先走，我来挡住他。小蛮，小蛮，小心点啊！我们赶快找出口吧。别动！哦，他在动了，公子，快出掌打开一个洞口。公子。你吃了大还丹没有？吃咗咯。喂，我们打开第二式，我教你练佛笑伽罗。点样练啊？照这本书上面的心法，你运用丹田之气，发出笑声。笑啊！用力笑！组长，喂，喂，做咩？哎呀，你这样太儿戏了。你继续的笑，笑得高兴一点，照着书上这样笑啊，笑啊，哇，继续笑，哇，对了，用真气的力量笑啊，准备出掌。哎，成功了。小蛮，我来。公主，喂，怎么样啊？过嚟啊，做咩啊？喂，做咩啊？我撞得好伤啊！天坛醒了，我们快走。我哋带你落香港，佢边度揾到啊？香港，那么我们赶快走吧。走喂，快啲行啊！云罗公主，就算你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你。子啊，点解你支油灯咁得意嘅？哦，改咗名叫电筒，吹得识啊，试下。唉，请问两位公子而家系咩年份？90年咯。喂，试下。公主啊，你睇下呢度啲家具同埋冲凉嘅桶，同我哋一样噶。啊，唔系呢个攞嚟屙屎噶。屙屎。是啦，90年即是至元几多年？至元几多年啊？啊，几百年啩？几百年，即是一瞓瞓咗几百年。系啊，几百年咯。天蚕中嚟到古墓之前，俾我同小蛮服咗千年人参王，可以增加800年嘅寿命。可能？可能？我唔理你咩可能。你都不想知道天蚕是谁，我只是想知道你两个是谁啫。我就是小蛮啦，她就是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称的云罗公主。嗯、你们仲唔下跪？我是查理斯王子啊，我是查理 B 王子啊。查理 B， 呢个是我婢女小蛮，她是南方蛮族人嚟嘅。蛮族乜事讲广东话嘅？诶，话时话元朝嗰阵时啊。广东是蛮族嚟噶嘛？咁我同你即系南蛮咯。系啊，天蚕系天下第一邪派嘅高手，天蚕脚非常之厉害。佢抢咗高丽千年人参王服下，已有千年寿命。再揾到大合龙剑飞之墓，要攞如来神掌秘笈，我想阻止佢，点知俾佢捉住。嚟到呢度，少林四大神僧终于追到，佢哋同天蚕决斗，同时点中佢嘅死穴，但系俾佢内力震死。他亦都僵化，临昏迷之前用天蚕神功将我哋包起嚟，估唔到山中放七日，世上二千年。你哋真系元朝人啊？哇，咁啊罕有动物啦、啊！
罕有动物。天蚕为人有仇必报，佢一定会嚟揾我哋，我哋一定要走噶。哦，唔紧要，我哋带你翻香港。你去选康姐实得噶。赢咗有冇银两相噶？你似乎超龄啲噃。佢两个唔超龄都冇用啦，冇身份证都过唔到海关啦。你新嚟噶？佢哋两个阿灿嚟噶嘛？阿灿点嚟，佢咪点去咯。过咗两重铁丝网咧，就系香港噶啦。一阵再夜啲，等啲阿边哥射河嗰阵，我都要擒过去。不过咧，如果遇到大妈嗰阵，就各安天命啦。车咁矮，一跳就跳过啦。喂，肥妹，唔好喺度搞破坏。就算系世运冠军啊，都冇办法跳得过啦。对唔住啊，佢乱讲啫。小姐。你唔使惊，等阵有我照顾你啊嘛。喂，哎呀，你成日同我谂后跑，小文你唔好咁啦，唔好啦。小文，站住，别跑。原来啲西文可以真系咁犀利嘅。阿同志啊，我知道我思想上犯咗严重嘅错误，我会深入批判我自己噶啦。我哋阿爷啊，小文啊，快啲走啊！哦，仲走？走咩？出来，快说，他们是什么人？啊，文乱分子啊！文文分子啊，哎呀哎呀，想不到现在的民运分子逃亡啊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哇，民运分子这么大本领，要不要报告上级，派特异功能的人来抓他们呢？我抓你个老爸，报告上级，有人能这样跳过铁丝网，你夸大敌人实力，不把你调到别大皇接受再教育那才怪呢。就当什么事没发生过。是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嗯，起来，送你去北大荒接受思想再教育。哎呀，不要拉我了。呢度就系香港啦。听讲呢度系九龙噃。公子啊，全部地方就系得咁大噶咋？哎呦！等下住啊，咪点啊？香港地寸金尺土，屈走下啦。公子啊。供咩子啊？叫我辉哥咪得咯。你肯收留我哋，已经系大恩大德噶啦。我哋仲点敢奢求啊？小曼，啊、小曼，以后公子讲嘅说话，即系我讲嘅说话，你一定要听。系公主，知道未啊？冇公子，以后有乜嘢需要小曼做嘅话，即管吩咐啦。诶、乜你滴咗呢两件嘢翻嚟啊？咁淫褻嘅服装，公主公主，我哋一定要拉个凌迟处死佢。唔好嘈啊，坐低啊。啊咩啊？过咗半日假咋，要翻工噶，叫你自己睇说明书啊。啲说明书啊，唔系英文就是意大利文嚟噶，系咪啊？你话啦，佢两个识唔识睇啊？睇公仔都识啩。气性啊！浸佢猪笼啊！公主公主，浸佢猪笼。嗱，你两个千祈唔好掂啲嘢，等我翻嚟，我一阵要翻工，一翻到嚟我会教晒你点样用呢啲嘢，因为呢啲嘢有电噶，电啊，明唔明啊？公子啊，我哋自己摸索下。或者可以得窥其中奥秘一二呢？公子啊，我哋公主是宫内的女红逢人第一高手嚟嘅，又是真修白味斋主大高手的唯一传人。佢做衫煮饭的功夫啊，真是独霸天下嘅。等我洗啲衫嘅。公子啊，乜你哋啲布料好似啲粪便咁臭嘅？唔使做啊，喂，行啦。记住等我回来，千祈不要乱搞啲嘢啊，知唔知啊？哎呀，我唔记得咗问佢
哋条河究竟喺边度？咁我点洗衫啊，公主？你仲食得落？今日食咗全世界最大量嘅猫面咯。就算我唔食啊，人哋都要食噶嘛。佢唔识用厨房啲嘢噶，用乜嘢搞到厨房漏煤气噶？成屋煤气，千祈唔好揿钟，揿钟会爆炸。住啊！哦，系啦，做咩？摆佢先啦，你哋唔入得嚟住噶。你搞成点啊？都要俾我哋入去睇下噶。公主话唔得就唔入得。公主就话我讲嘅嘢，即系佢讲嘅嘢咯。咁又系噃。喂。啊？咩事啊？闩门啊！系。时候。系。哇！冷气、电视都开晒。嗯。哇！哎呀！哦，好食都唔剩得口啊！全部嘅餸都系公主煮俾你哋食嘅。唔系嘛？佢识得用厨房啲嘢咩？公主嚟啦！伊斯米亚基啊！喺边度搵翻嚟噶？冇啊，我照本书自己做啫嘛。你有报咩？用你哋啲窗帘报咯。哇，哦，唔怪你咁熟口面啦、啊。我都整咗件噶，不过唔俾你哋睇住。老老实实啦，你究竟系咪古代人嚟噶？又先睇时装杂志，又先看晒全屋嘅电器，你有冇呃我噶？唔系啊，嗱，你话嗰啲咩意大利文书，我识睇噶。讲大话都几近磅，唔好话成家先话你老豆啊。唔系啊，佢系我曾祖父先啱。我识呢种外国文字咧，系因为有个外国人叫 Marco Polo 嚟个中土，系佢教我嘅。Marco Polo， 马可波罗你师傅？系啊，仲有你诶，塞宾食物商嗰啲面咧，嗱，呢啲系我送俾 Marco Polo 带翻嚟意大利嘅。咩话？意大利粉系中国传过去嘅？唔系嘛？仲有啊，呢、這个烧饼咧都系我哋教佢整嘅。Pizza 即系中国烧饼。宋代咧就有一个叫做武松，武松嘅兄长咧就系武大郎，都系卖呢种烧饼嘅。佢话武大郎卖 Pizza， 你信唔信啦？梗系信啦，卖到街边黑噶嘛，而家咪叫 Pizza 黑咯。哇！仲有咁多嘢点食得落啊？以前皇宫开饭百几味添啊！嗯，呢、這个叫咩啊？你食呢个咧就叫做香酥鸭盒子啦。好甜啊！呢条咩嚟噶？天香一品糕系用七种鲜果做成嘅甜品，系我整嘅。哦，呢、這个咩啊？系辉哥嘅皇室牌香碱。喂，系啦，点会摆喺台度噶？奴婢罪该万死，我用完唔记得呢班人茅厕啊！识得你冇好过。水冇事啊嘛，水啊，池公子，池大侠不如我着我件新衫出嚟俾你哋睇啊！系啊，费事生眼挑针啊，执翻嚟睇会冲凉先。底裤在边啊？公子，小曼靓唔靓啊？啊！你我件衫系咪好美艳呢？哇！呢条镇仓货你用埋啊？呢条系我亨利送俾我噶，我次次见佢都着翻呢条噶。攞翻嚟，攞晒我啲底裤嚟做件衫啊！攞翻嚟。喂，讲实，自身为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嘅冰肌玉骨小香似俾你见到。你叫我以后点见人啊？你个样不嬲都唔见得人啊！公主啊，公主，你一定要同小曼做主。请问池公子，你系咪睇过佢肚脐啊？哦，我咪见到个好多老嚟嘅肚脐窿咯。公子，小曼十一岁入宫，虽然佢系我婢女，但我同佢情同姊妹，佢自幼守礼。绝对是处子之身，看看。
手上仲有一粒手工沙。如果公子同佢真係有肌肤之亲嘅，我就将小曼许配俾你啊。哇，睇睇个肚脐加我执件咁嘢，去山下行个圈咪执到呕。公子言下之意，即係唔要小曼。当然啦。小曼，你就喺公子面前自尽啦。啊，自尽啊，好。好啊。啊，喂。啊，喂。冇啊冇啊。冇咁啦。喂。你出下声啦。冇乱嚟啊。唔係咁严重啊嘛。你有所不知㗎啦。我哋元代女子贞操观念一样好重。公子见到佢陶瓷，如果唔要佢，除咗死之外就冇第二个选择㗎啦。唔会嘅，梗有选择嘅，你諗下。有，不过你一定唔会揀的。咩唔揀啊？一定揀。嗰人就杀咗你。喂呀！啊！啊！喂喂喂！喂喂喂！喂喂喂！哎呀！好啦，走啊，走啊！喂，你唔好埋嚟啊！打死你！哎，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其实小曼都唔错嘅，你唔系嘛？唉，佢仲有手工沙嘅，去边度揾？好似恐龙咁绝晒种，好嘢嚟噶。你唔系讲真啊嘛？唉，粗粗地冇所谓啦。你知道嘛？古代兴三妻四妾噶嘛，你咪脆脆地娶佢就翻屋企当奔妹咁使咯。就算你出去花天酒地啊，你话 yes， 佢永远都唔敢话 no 嘅，系咪啊？真系谂住过。过嚟。你都唔要我嘅。我要你都得，真嘅。不过以后我叫你行就行，企就企。我叫你洗面唔好洗手，我叫你刷牙唔好啷口。我知道嘅，出嫁从夫，相公。有冇行差踏错嘅话，我就兜咗你啊！踏住骨先啦。哦，唔得噶，我哋未成亲系唔可以见面噶。一切从简，立即报到。唔得噶，起码都要揭过下头巾啦。头巾啊嘛。嗯。啊。礼成，揼骨。嗯。嗯。揼啦。啊。哦。咁咪搞掂啦，吓。公子，如果唔系得你哋相救，我哋就会长埋喺古墓之中。既然你旷世奇逢，食咗大还丹，有五十年功力。我系索性依秘笈教你练成九式如来神掌，以免绝世武功失传。如来神掌共分九式，第一至第八式学成已经可以独步江湖，至于最后一式万佛朝宗，更加是天上地下有武功以嚟威力最大的一招，相传只系用过三次。第一次是释迦用嚟打败大魔神，第二次是火云邪神打败三绝掌，第三次就是龙剑飞用嚟打败天残脚。喂，你哋咪听过？啊啊系哦哦哦系啊，我哋有听到噶佛啊嘛，佛啊佛你流淌啊，你究竟有冇心机听噶？我听啊，我学噶，学佢发大个。如来神掌包含咗内功、外功、轻功同埋防身真气，学识之后即系学识晒一切嘅武功，所以骨骼同埋根基一定要适合先练到。我啊嗱。你资质老钝，骨骼平常，心浮气躁，最多可以练到七旋斩。冇理由噶，七旋斩我喺山洞都用过啦。你嗰次系误打误撞，仲未叫练成噶。小曼啊，你依照秘笈上嘅修炼方法去嗰边教你上功。嗯，喂，咁我哋点练啊？我而家教你练第一式佛飞西天。即系点啊？利顶上颚，气运丹田。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将真气运遍全身。你已经学识佛飞西天的内功心法，嗱，而家运用真气由三十楼跳落去，就可以九霄云外，翱翔天际噶啦。跳落去，唔会有事噶。啊，
成咁，真系用我跳落去。嗯，学势一展开，你就有如神龙在天噶啦。喂，老老实实啦，我唔跳落去得唔得啊？我应承过我自己，就算打死我都唔跳落去噶啦。公子，咩啊？你望实我对眼，望实我。你喺我眼度睇到乜嘢？你知唔知我想点啊？想点啊？我想推你落去。现在没事了嘛？是啊，没事啊。你用佛飞西天飞回上来啊。哦，好啊好啊，喂，好危险的，你回入去先啊。哎呀哎呀。黐线，飞回上去有捏都不行，傻的。喂，你昨晚学成怎样？学晒前面那八掌的啦。我都学掂晒七旋斩啦。喂，其实现在我们武功盖世的啦，为什么要翻工啫？武功盖世就要打劫银行噶啦咩？做人要脚踏实地，起码要做埋呢个月先得噶嘛，系嘛？哦，呢个月。的士，的士。喂，的士。喂你，仲啊？的士，喂，睇个样又要搭专线巴士。喂，冇命啦！跟住老人家至好啊，得你哋班人穷噶。哎呀，冇命啦！跟住你亲我个孙啊！哎呀，真系阴公咯，得你哋班人穷噶。哎呀，快转啊！喂，开门啊！喂，喂，哎呀，我住喺出边啊！喂，肥佬，自己人快嚟停车。你个样咁衰啊！我明白你都冇人反对啦。系啊，你自己排出嚟，唔系讲咁多嘢，快啲啊！喂，阿志，钉数又到啦喎。九哥，又嚟啊！我好惊啊！唔好打我啊！咁即系冇钱俾啫，有都唔俾啦。打咗咁多镬。镬镬都咁金，唔紧要，镬镬新鲜，唔系边度够刺激啊？喂，阿辉，由佢哋拉我后楼梯啦，一场兄弟，我唔会连累你嘅，由佢哋带我后楼梯打啦，走啦，我哋又去饮茶啦，好啦，我做人就最公平噶啦。由而家开始，你打我一拳，我劈你一掌。唔打得唔得啊？唔打得唔得啊？唔打唔得？唔使还钱得唔得啊？诶，唔还钱得，我唔打唔得啫。哎呀！哇！你黐线噶，真打？唔打唔得噶嘛？系啊，你唔识听反话噶？你唔知而家有地位中国人讲嘢唔算数嘅咩？斩醒你班契弟先得。哇！
为班，你打我细佬，我要同佢报仇。你有胆就即刻去红磡文娱街同我决一死战，我哋正衰仔啊！好，呢次仲唔甘？外交，外交，我嚟咗啦，有本事就出嚟啦！今日我挑战。我为八，我为九，有几多人啊？一次过出晒嚟啊！使我次次嚟揾你哋啊！出嚟啊！出嚟啊！出嚟！哇！喂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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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吓！有冇搞错啊？争钱啫嘛，临时。就系佢啦，系佢用妖术打我哋嘅。有冇搞错啊？哇！用黑狗血同屎尿淋过，用咩妖术都冇用啊！你用屎尿淋我，我斩死你哋！喂，哇！原来你如来神掌仲劲过我啊！咁咪天下无敌？你唔好话，天蚕仲犀利啊！你都傻嘅，天蚕喺大陆点出嚟？
站住！别指教啊！杀了他！你吹牛！找死啊你！哈哈几位同志，不收从弟官，少管闲事。我只是教训他，不取他性命已经是手下留情。你只都是气功师，但是同志的功夫似乎特别霸道，唔似系特异功能中人。你是谁？我叫严真。样子很辛苦是吗？我是你的神父啊，家里把你混到西岸，小家伙，你这副老骨头挺不了多久，你都顶得好耐嘅啫，西镇，大家不要那么辛苦好不好？好啊，大家都不咁辛苦啦，一、二、三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们的内功平分秋色，可是我还有一招百年功力的天蚕脚，现在要跟你比试一下。刘师傅，打他啦！冇错，打他啊！打条命咩？你哋唔见我起身都冇力嘅咩？你自己执生啦！我哋修道之人以行善为本，唔中意同人争强好胜，以后你中意点样嘅？就随便你了。好，你不敢跟我打，以后这里就以我为尊。而我就是你们的老大。你话点就点啦。老大，老大。老大你代晒啲制作费去咗边啊？寻晚你又唔翻嚟瞓，小凡揸晒型啊！日日起身未发达，咪澳门搏一搏咯。你澳门嚟啊？成条澳门街俾我轰动晒啊！我琴日喺百家乐台连中廿一口庄啊！咁咪发达走啦！咩？又今朝连输廿二有限啊！吓，通常啲结局都系咁嘅。哦，你冇同人讲嘢住得唔得啊？喂！咁你製作費同埋冇私錢點啊？冇曬啊！叫佢哋捱住一二氣得唔得啊？你去講啊！你睇一個說服力嘅成功人士點樣說服群眾？啊！冇事得未？喂，做得未啊 ？Camera 得未啊 ？OK。所有人準備 ，Roll camera。Action！ 喂，佢两个自己做啊？又点啊？又几好喎！如来神掌，重现江湖，武林自尊，还看今朝。你话周伟雅知唔知啊？喂，周伟雅，到啦，用方寸个斗劈咗啲威雅佢。观点更新鲜，练功又有成。好威雅，你坐架啲咩嚟噶？啊，呢啲咩嚟噶？嚟，咩嚟噶？得啦，边度啊？又多睇，又搞掂啦。学几招，边可处世头头掂掂。咁，旧的桥。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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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关，我的关，大侠广东话，收工听军。哎呀！做我哋大侠嘅，通常都会消耗体力。每次练完功之后，我一定会食大侠汉堡包。
到大英雄食大盒汉堡包，读书精神，考试使出猫。大侠也要吃汉堡包？念到啦，叻仔喎！大侠爱食汉堡包，纯正牛肉冇奶猫，香港市民添口福，食完满脸大胶。大侠爱诶，死啦！我唔记得咗，可唔可以俾多次机会啊？好啦，俾次机会你啦。大侠原来是秘密帮会，买点心也要说暗语。添口福，食完满脸大胶。算你，唔该哥哥。到你。大侠爱食汉堡包。喂，大侠爱食黑猫猫，神经牛肉冇奶猫，香港市民天口福，誓言唔会乱打交。因为只有万佛朝宗只可以克制到天残脚，只要冇人可以悟出万佛朝宗，就冇人可以打败佢。唔系嘛？你哋嘅时代系啫，我哋嘅时代就唔同啦。我哋有好多武器噶，有子弹啊、飞弹啊、原子弹啊、氢气弹啊。几好武功都冇用嘛！你话嗰啲西洋武器啊？系，佢有一对天蚕手套可以抵挡得住噶。喺边度买噶？永安百货啊？真噶，唔系讲少噶。喂，我老豆有冇打电话嚟？唔觉啊！打嚟千祈唔好话喺度啊，咪又度水咋？我知你啊。咁佢问你攞钱都好应该啫。诶，我老豆冇人性噶，烂赌烂滚烂口烂打交，我学得佢三成咋。咁佢咪人咯？是不是人是作家，他老豆写小说的乌蛇，虎头蛇尾的蛇，似不似啊？喂，他的手插落你的袋子做什么？未趁影相的时候在我的袋子揞了三千人。大侠在吃哈宝宝，你不是大侠，睡觉。陛下，哇！天蚕好犀利噶，你小心啲啊！你话佢就系天蚕，好小子，居然学会了如来神掌。喂，你好走咯！如果唔系咧，我就你想怎么样？喂，你唔好话报警咁老土啊！我就系谂住咁讲咯。喂，唔好啊！云罗公主，我爱你爱了七百年了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感动啊？天蚕，你死一条心罢了。你死一条心啦！哼，我知道你爱上了这小子，我要杀了他。你不怕万佛朝宗咩？系啊，你已经领悟了万佛朝宗。咩啊？哎呀，乜你做乜曲啊？我系未识啊嘛。我冇理由呃佢话识噶。楼咪几好，间间有诗啫。你睇梦墙几神净啊！啊！哇！呢只僵尸你有嘅，吓！哎！
你点啊？冇嘢。天蚕，你冇咁过分喎。嘿，唔紧要，呢唔关女人事，我系男人嚟。行开先啦，行开先啦。招出埋，我帮你唔到啊！行开啦，佛都有火。火，天蚕发火，非同小可。好彩仲有啲，俾我嚟帮你。慢啊！唔好发火，捞翻件衫先。知道就会笑死。与我为敌的极少数，极少数人一定要死。我是说，一定要受到公平而宽大的处罚。废话。云楼公主，我是真心的爱你的，就算再等700年，我也要得到你啊！我不要你啊！阿慈啊，快点攞戒枪帮手啦！龙剑飞，哎呀！啊！龙大侠，阿慈喺嗰边啊！我唔系龙大侠，我系古大侠。哎，哇，咁重啊！扫把都得。不要用你师父火云邪神古幻魂的名头来吓我，我知道你是龙剑飞。嗨！哎，我都话唔系龙大侠啦。喂，乜你两个笑到唔收得声噶？嚟，帮手立架撑，打楼下咁的士佬。连龙大侠也要用兵器，敌人是何方高手，这么厉害？哎，佢哋咁多人，我得一个，梗系俾佢哋抛阵啦。佢话自己系武功盖世嘅天蚕脚啊。唔系你讲乜嘢啊？你唔好问咁多啦，佢系青山出嚟噶。佢当咗你大侠龙剑飞啊！真系癫得咁文采，佢黐住你噶，所以你又乱咁斩噶，你同我顶到尾啊！好，算你有眼光。本来我已经隐姓埋名唔理江湖嘅事啦，既然俾你认出咗，我啊同楼下嗰班车夫杀起，但系我唔想暴露真正嘅身份。嗱，你最好帮我打发佢哋扯。系啊，难得龙大侠开口，这个忙我一定帮。我的天蚕神功就要练到第9层，龙大侠请放心，任何高手我都不怕。何方小辈竟敢冒犯龙大侠？哎呀，死老爷，班个表叔嚟吓我啊！撞车嘅衰公，
犀利嘅。未算，一百万发财。董大侠，果然厉害。怎么讲？你又要出到天残脚？我讲咗三个字啫，就吓到佢哋走唔切。我同阿慈去对付天残，你又即刻抱云罗走。哇！阿家做乜咁大？天残，我哋唔可以喺咁多人面前公开我哋惊世骇俗武功。龙大侠果然有见地，你认为该当如何呢？在下认为，不如上楼先倾啦。好，龙大侠，我一定要找回云罗公主。天残，你太落后啦！你知唔知点解我全中国咁多地方都唔去，偏偏要留喺香港啊？为什么？就因为呢笪地方美女如云。好似雲羅呢咁嘅女仔啊，通街都係啦。唔信？睇下。你们两个，马上把所有美女通通抢回来。哎，呢个年代揾女仔唔使抢噶啦，只要你有钱，就会走埋你噶啦。要你俾心机揾钱。好，好主意。嗱，佢都话好主意啊！明天，你们两个跟我去钱庄，抢三万两黄金回来。啊，唔得，唔得啊！不去就毙了你们！你在捉虫？对，更好主意就是叫你们抓虫。哼！把这个给我吃下去！我话咪专捉虫噶？废话！吃它！喂，咩虫嚟噶？这一条叫天蚕虫，你吃了以后，如果想开溜，我就要敲这个鼓。冇打！你马上会肠穿肚烂而死。我的！哎呦，怎么搞的？用完了小虫了？啊！好啊！有先有靓啦！啊，你走运了，我还有一条大的蚕后啊！老豆救命啊！现代啲青年人真系世风日下。为了贪生怕死，居然认我做老豆都肯制，吔啦！是他，龙大侠，明天我们一起去钱庄，好吗？唔好啦，由听日起。我要闭关十年，苦练如来。
我哋唔使打劫噶，里头有我哋嘅内奸啊！系啊，嚟啫。嗱，呢张就内奸卡啦。啊，诶，行开，行开，行开，睇住啦。少林，少林武功吓亲人，俾人打到两头头，刮佢两巴，佢就晕。俾钱，咁啊攞到钱啦，系咪啊？小老弟，真有意思。哎，你过奖啦。好，你们两人开，让我来试一试。哎，只要武功出少林，少林武功吓亲人，俾人打到两头头，刮佢两巴，佢就晕。哎，给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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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不给钱是吧？好，等我抓你出来，看你是什么样子。哇！哎，怎么没人呢？这小子轻功不错，跑得真快。哎。咁大暴君，實追唔到我哋啊！喂，你點啊？哎呀！天殘作動啊！咁我哋而家點算好啊？快啲翻去揾佢啊！唔係死咁啊！得啦，我自己搞掂啦，唔使啦。回來啦！為什麼要逃走？你而家咁做係犯法噶。犯法？我武功蓋世，犯什麼法？我最大。港督最大。什麼港督？咪即係你知府咯。好，你们俩带我去，等我宰了他，港督由我来做。咁点啊？好。快点。老婆，嗰晚我做英语粤剧，精唔精彩啊？听到我耳都痕晒啦，巴闭。走。佢系边个？他就是港督啊！我系港督，系啊！啊，你睇佢着官服嘅样啊！嗯，果然是朝廷命官。系，妈咪啊！苗疆七色叫蓝面妖女。系啊系啊，小心你阴波功啊！啊！大佬啊，你手下留情啊！你夹我上车又好，点都好，总之千祈唔好杀我啊！你入我魔教，奉我为主，如有违教规，生子世世为贼，生女代代为娼。佢话如果有违教规咧，生仔就做黑社会，生女就做哥哥哥，益你啊！两反有钱揾啊！兴奋刺激兼够味，有一个意义乐。公开这伴随去，轻松领略他女意义乐。心发烧，能不懂西方都有他的够量，无可挡的感觉。无可挡的感觉。哇！大好嘢，好嘢，大好嘢，大好嘢，好嘢！而家真系当你自己港督咁点啊？打电话报警啦！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我，你干什么？通通话。什么通话呀？跟龙大侠讲讲话咯。
讲话，龙大爷就闭关啦。啊，就系、是、闭关好闷咁同佢通通话咯。喂，喂，龙大侠啊，我哋喺山顶度18号等紧你啊，你明噶啦，等紧你啊。唉，唔好预我啦，仔，你自己执生啦。吓、啊，你好挂住天蚕啊？我带佢嚟揾你啊。唉，千祈唔好啊。嚟，你唔好唔嚟啊。唔系第日你摊大如来神掌同我度水嗰阵时，我唔会醒你噶。你唔好杀鸡取卵咁无良啊！记住、啊。唉，我至多帮你报警啦。哦，咁我等你啦，等你啊。老大成日又嚟啊！唉，一齐嚟 happy 啊嘛。happy。我哋本台，我哋已经到咗山顶道18号。入边嘅人听住，你哋已经被包围，你哋系绝对冇机会逃走噶啦！快啲放低你哋嘅武器，释放所有嘅人质，出嚟投降！你而家翻嚟都好啊！我哋喺度啊！点解？佢就系你嘅亲生阿妈。我哋在里边等你，天蚕喺度。唔好走啊！你唔好雷太放啊，得唔得啊？大哥，冇打鼓，冇打鼓，我哋唔走。It is the last warning。如果你哋喺5秒之内仲唔出嚟投降嘅，我哋就使用武力。5, 4, 3, 2, 1, Go！Commander calling Unit B. Answer me! Answer me! Carlos B. 不劳创新意。现在继续报道，目前估计在屋内的恐怖分子有40人，他们是配备极度现代化的武器，警方目前不排除抽调英军增援的可能性。拉不出兴奋刺激劲救命有一个二郎，共享这伴随去轻松领略卡罗B二郎。卡罗B二郎立得有推事。小姐，你唔得去噶。我哋嘅男朋友困喺屋入边啊，唔该俾我哋入去啦。好危险噶，你出翻先啦。俾我入去啦，好犀利噶，你哋唔救佢打噶啦，咪。小姐，咩事啊？我哋冇恶意噶，嗰个人系武林高手，佢有对天蚕手套，连子弹都唔怕噶。小姐啊，你梗系睇下电视多啦，讲嘅系真。啊，都系前面呢两位。你又系边个啊？我哋系新华社嘅，袁真先生佢系特异功能表演团嘅团长，佢怀疑里边嘅狂徒系佢哋其中一个团员。佢嘅团员？冇可能嘅，我哋咁多人入去，全部都翻唔到出嚟。入面起码有40个训练精锐的恐怖分子在这里。Sir, 催泪弹准备好了。射去。是。哇，这么危险，这样不行的。只有咁大力，可以掟翻啲催泪弹出嚟、啊。最衰都系你啊！我老公喺入边有咩，就为你事问啦、啊。两位小姐，请问你哋点会知道入边嗰个人嘅真正身份？喂，你唔好理咁多啦，我哋谂办法救人先啦。我嘅轻功可以混入去而天蚕发觉嘅，我入去睇下，然后再谂办法。轻功，My God！几个飞虎队同我哋都吞晒啲天蚕啦，你一打鼓我哋就瞓低晒噶啦。
佢睇紧电视啊？系啊，佢简直系疯狂电视迷啊！睇咗十几个钟头，鬼唔望睇死佢啊！这个婆娘是谁？这么丑啊！哎呀，佢睇到啊！快啲走啊！走。有咩人出现喺电视，佢一定会睇，而且睇到唔眨眼嘅。周润发、刘晓庆知？唔系啊，周润发系我。只要我一出现喺电视，佢一定会睇。啊，云罗，千尘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你而家望实我 feel， 我数一、二、三，你将会好攰，你将会好怕瞓，瞓啊，瞓啊！走得啊？咩啊？我个肚有天蚕啊！怕啦，走啦！大王啊，有人想偷走啊！佢想偷走啊！贱妇，竟敢用灵魂大法！我操！哎呀！走啦！唔使惊，唔使乱，你唔好留通噶。佢个姑娘我度笃包埋。中嘅脚嚟，实在太重。一般医疗方法系救佢唔到，唯一个办法救佢嘅就系我哋特异功能里边有一种功能叫做转移，可以将佢嘅脚力转移俾我哋四人分担。以我哋嘅功力，每人分担四分之一，大概可以顶得顺。但系喺运功嘅时候，大家嘅背心命门穴系唔可以有衣服阻隔，以免妨碍。真气流动，诶，严师傅啊，我功力最浅嘛，咁梗系排第尾啦。万一你哋顶得上嘅话，咪唔轮到我咯。在上，弟子叩见，师傅一定要教我转移大法，等我将人啲钱转晒我的袋里面。我都好想啊，不过我都未研究成功。
中国的来功就是靠每日打坐，强化自己呼吸功能，将分解食物能量功能提高到十倍甚至一百倍，发挥出来的力量当然比一般人高，但是也只限于本身力量，我们的特异功能就不同了。那有什么不同？人类是充满能量的灵长类生物，根据爱因斯坦物质不灭定律，人死了一定会有能量留低，这些残余能量最多的地方就是坟场。哇，那些猪死了有没有能量留低？有都被你吃光了，如果不是你必有那么多精力在喷口水，这排叫你餐餐吃猪肉就来蠢那只猪的了。哇，那你餐餐夹着我吃松的得啊。我们的特异功能就是不用靠食物的氧化作用，透过特殊途径用脑功能引起生物同步共振，将外界的游离力量引为己用。看着啊，亚马暗比真是米拉巴西，亚马暗比真是米拉巴西。吸星大法是什么能量吸得的？那又不是，有些能量是不散的，通常一般人就叫他做鬼。你说啊，我叫他出来给你看看，你不信是吧？看出来买呀阿扎马斯。我都做得你咁招积，胆你废都冇得做。死未？冇事嘛？阿辉，你唯一能够对付天尘嘅武功，就只有如来神掌第九式嘅万佛朝宗。但系当年火云邪神过咗60年功力俾六剑飞，同时佢又食咗万年火龟，增加咗100年功力，合共160年。而你只是吃了半粒过期大还丹，得25年功力已经够运了，但是七除八扣可能得回10多年，能够练成八式都已经问晒遍，唯一办法只有吸收外界的功能。那有什么秘诀先再吸到这些外界的功能？我教你一句咒语，亚马暗比真舍米拉巴斯，再加上你的如来神掌第九式的心法，应该有效。哇，咁顺啲嘢我都学啊。你唔得，都话你骨骼曳啦，你用餐餐食猪肉，猪鬼上身都有份啊。係啦，严师傅啊，你嘅意思係咪学咗咒语之后就可以使得出万佛朝宗嘅威力啊？理论上呢係绝对冇问题嘅。实际上真正打上嚟呢咁就。点啊？咁就断股咯。吓，搞咗成晚断股？收声啊。
天蚕就快到啦，大家小心戒备。小华，我有说话喺心里谂咗好耐，但我一直冇勇气讲出嚟。你想讲乜嘢？咪即管讲咯，冇人笑你嘅。我惊我而家唔讲，就冇机会讲。你想讲咪讲咯。我想先走先。唔得，辉。严师傅嗰啲咒语，你运用纯熟未啊？啱吸咗啲游离能量入去，而家成个人精神晒。吓、咁我又吸啦？吸你个头啊！一只鬼上身啊！哦，天蚕嚟啦！大家记住，无论发生咩事都唔好出嚟啊！吓，知唔知啊？你只啱听呢句。打赢天蚕之后，又即刻同你结婚。你唔嫌我大过你咩？你大过我，你几多岁啊？768岁。系咁，打完之后先再讲。什么了不起的功夫，原来就这两下子，你难不难为情啊？做不成，去死吧！哎，滚！
过嚟帮帮手啊，扶佢上车啊。阿 Sir， 我哋想同个 friend 嗲两句。一阵间好啦。好啊，唔该。谢谢。天祥大哥啊，我就嚟送行噶。呢啲卡洛 B 同埋汉堡包系送俾你做干粮噶。谢谢。你保重啦、啊。小老弟，你对我真好啊，我不会忘记你的。有机会我会过来找你。哎，唔好预我啊。来神掌重现江湖，武林至尊还看今朝。月与天飞刀，飞剑掌风如雷似电，又会出飞镖，飞箭身轻如烟若仙。将故事串联，观点更新鲜，练功有九成，你增添气焰明利。幸福会自然兑现，有惊世